浪凡攻桃园 Outlet， 王秀兰看到折扣心痛。浪凡继在北京开设亚洲首家 Outlet 店后，今年选在桃园华泰名品城开设亚洲区第二家 Outlet 店面。18日开幕，包括浪凡集团总裁王秀兰、品牌好友唐娜和男友等人一起出席。下次设计师王晨彩霞也到场，她立刻为儿子挑了几件衣服，自己则试穿多件大衣，以行动力挺。那这些柜子呢，可能是靠别人算。我一看，有点太低，所以把柜子脱掉。总裁在新店开幕前就来巡视多次，亲自指点装潢摆设。每个地方有什么都记得。那你有最满意哪一个地方？最喜欢的？最满意？嗯，还是这些。时尚动新闻，但看到标价打两折，总裁还是会心痛。报道。